第一位洪金宝生下孙子就积极付出赚奶粉钱的周家卫，虽然工作与照顾儿子两不误，累到不行，但身材也因此消瘦不少。次日现身幼儿活动的他更自曝已经瘦了30磅，不过没有恢复到从前的身材。周家卫仍是一袭保守的黑裙，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而周家卫减肥有如此成效，洪天明自然有一份功劳。因为好辛苦，我老公今天都知道我有活动，都跟我说加油，跟他说我会继续跟你一起减肥，我不会让你吃太饱。话虽如此，不过周家卫也现场投诉起老公，说到做不到。有时候他说晚上我今天晚上会喝代餐，然后转个头来他就在煮面啊，煮东西吃，我就怎么了？我就说你不要常常煮东西，好香的嘛。